集成了右半边的飞球，陈敏捷往后退，退到了红土区，停下脚步接杀了王胜伟这个飞球。变化球吊中了庄维恩，两出局，张军守的一军生涯首 K 也出炉了。这应该是张军守的一颗滑曲球，角度非常的大，了了啊，打成了一个游击方向滚球，张振宇又扑下去，再次点出了这样飞扑的美技守备。张振宇这已经是此战第二次了，同时也让四局上半富邦悍将留下了残垒。